飞哥，为什么我要说人生如梦呢？因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跟王杰一起唱歌，而且还模仿他跟杰哥这样感觉。对，那我也讲的是真的，真的吗？因为对我都忘了，因为我们在一起主持节目，其实我们认识也蛮多年。嗯。所以我一直以为你以前有访问，其实没有访问过王杰，真的没事。哦，所以他的心里面是很澎湃的。对对对，所以人生如梦，还有品源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跟他搭档啊。哎呦，对不对？那你我也没想过我们一起洗三温暖。没有想过我们可以那么亲密。还有没有后面一点的再继续讲下去？所以他叫大哥大嘛。哦，卖来借口。这人生如梦是有道理。你讲到人生如梦的，最主要是因为杰哥台语歌，其实他平常咬字不，他应该不会唱台语歌吧？他的文化太多，不是有香港话、英语啊、国语等等，广东话，对，所以他的台语稍微弱一点。可是他是名副其实的本土的。哎，我不差的哦 ，local 的。对啊 ，local 的。啊 ，local 的。不知道的人以为说啊，杰哥就是拍。他是香港人，其实他是道地的本土人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台语歌这首是我最爱的一首歌。对对对，也是因为这个歌，他跟伍佰变成了好朋友。哎，为什么又跟伍佰扯上关系？红阿波亚嘎奇，哎，没有，不是这首了。哦，这个我不要。哎呦。我不是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一点，所以我喜欢的一定都是比较感性。刚才也把你吓到了。对啊，我才不要去了。不是龙啊，是这首歌啊。哦，对啊，还是不要去啊。对对对。你干嘛？你想猜？我以为你可能访问到一半想睡觉。我刚刚吓一跳，我以为他要唱。对啊，而且他跟伍佰那种样子也是酷酷的。你知道我真好久没有哭过，我是笑到拿个卫生纸。其实这首歌哦，就是我在那个卡拉 OK 常常唱。哦，我唱了真的太多年。他这首歌，我是因为我们曾经跟他去过卡拉 OK 啊。哦，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没有人比他唱得更好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自认我真的。不可能吧？是台语歌呢。对呀，他刚刚说台语，他不是很能，但是他可以唱。只有这一首歌。你真的跟他去过卡拉 OK 啊？是他叫我这样讲，我也。你出卖我。我在想说，想一个好一点的，这个要唱这首歌的感觉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要唱嗨嗨冷心，嗨嗨冷心，我神气啦，嗨嗨冷心哦，我到底可以唱了没有啊？可唱了，真的可以，嗨嗨冷心来破一下帕子哦。心情暗暗暗，他归我，唔通太殷勤，想到会惊。会惊呢？有人只讲，听点嘛是有人变卦，这人情猜又猜，看破。人讲这人生。路行，唔通我头望望着回望，都袂歹哦。有人爱着我，偏偏我爱的是别人。这情字怎样寄到思念？轻轻松松，人生路途我迈行，无人是。永远孤单，有缘的欢喜，有缘来作伴，离开悄悄万无牵挂。人讲这人生，海海海海路行，唔通我头望望着回望。
输完好不好？输超会结束啦。输赢。哎呦。很有另外一种风味。其实刚刚听的时候有起鸡皮疙瘩，对对对，真的很感动。我不是，我在唱的时候，我只是听到旁边有，不是，好像有人在打那个宣传，你知道吗？那前面有一句会第一段呐，怎么样子？会的话，他就是修丢，他刚刚唱修丢回京，回京，没有啦，回家。其实唱的非常好。这首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唱国语唱片我从来没有超过15分钟一首歌，在录唱片的时候，这首歌真的是台湾话是不是叫靠背？哇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唱了8个钟头了，是真的哦。对呀，这个话是他们教我的，他们制作人教我的。靠腰了，对呀，是制作人教我的。怎么会是靠背？因为他们说我唱了这么久啊，唱那么久啊，对啊，直接就是到底是嫌你唱太久了，直接教你一句台语。对对对，啊，有紧张啊，那摇音哦。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王杰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啊，您出新片呢？是我们喜欢你的歌迷一大福音，真的哈、哦。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是新唱片的歌曲，曲名叫做《对这个套》，曲名在你背后，在我背后，有吗？对对。哦，是的，去打旗下，原来是这首《金钟报国》的名字啦。那个歌名字叫在你背后，听听看，在你背后啊、嗯，掌声鼓励。谢谢